发酵的。谁第一个？这里面都是辣椒。这样还要调料吗？这已经很。不是点个鸳鸯锅，因为如果在我，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，在我们那边如果吃那个火锅微辣是没有辣的，可能是口味不一样，他们这边的微辣是就是其他地方的中辣。嗯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还怕微辣不好吃。不辣的，冬天吃应该更好。啊？冬天吃的话，估计更……现在不就冬天吗？现在已经立春了。但是还是冷啊。对，还是有点冷。还好，我以为开始没来之前，我看到每天温度10度、11度，我以为会非常冷，结果来了之后也就……对，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么冷。在外面走嘛，其实也不冷。前几天重庆10几度，10度以上了已经。觉得这种天气挺好的，对，这两天吃火锅也不会很热啊，然后你在外面走来走去也不会觉得热呀，对，也不算太热，要等到5月份会更热了。豆腐黑色的，对，还拍视频。